然后还在这边提要求，对不对？来，感谢哥哥送来的一个灯塔。来，咱这边话是上汽大众海长江 4S 店，哥哥，我们是上汽大众海长江 4S 店，我们的位置，感谢哥哥送来的一个粉丝灯塔啊。卡灯牌，卡灯牌，不要嫌主播照的这个角度不对，先把灯牌卡一卡，灯牌亮一亮，三啊，祝你们前途无量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灯牌都不愿意亮，是不是？先把灯牌亮一亮，哥哥啊，爱点不点，好吧？我不跟你多说，行不行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就对不对？你既然来到小爱的直播间，咱就是一个缘分，是不是？主播又不要你别的，对不对？又不要你花一毛钱，只不过卡一个免费的，对不对？关注就 OK， 你还这还不愿意，那还不愿意的，是不是？就想着空手套白狼这样的活，我跟你讲都不想说，知道不？来。我们看一下咱们家这个车车宝贝啊，这是我们家的一个新款的朗逸，这个后备箱吧，这个后备箱在原基础的一个后备箱上面它做了一个升级啊，就是里面都做了一个升级啊，包括箱里面的话，宝贝，像小雅的话吧，我跟你们讲，像小雅坐在里面啊，最起码能坐啊，最起码能躺两个小雅，最起码能躺两个小宝呢啊。额外的话，宝贝啊，咱这个后备箱里面如果说放一些家用的一些行李的话也是没有问题，正常可以放五到六个都是不用担心的啊，都是可以的，哥哥们啊。来，美女大长腿真漂亮，谢谢夸奖，哥哥你可以卡一个灯牌，点一个关注啊，灯牌亮一亮，小雅祝你们前途无量，对不对啊？小雅是一块宝，丢了不好找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么讲？我跟你讲啊，夏天是你们的高，冬天是你们的袄，饿的时候是你们的小面包，所以说这样的主播哪里找，对不对？还不赶紧关注一下，是不是哥哥啊？关注走一走，活到九十九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哥们啊，谢谢哥哥送来的一个灯牌，感谢宝贝啊，喜欢小雅的都可以在直播间和小雅互动，或者把我们的宝贝，或者把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分享出去啊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，是不是？分享给你的兄弟啊、姐妹啊、家人啊，都是 OK 的。每一场直播小雅都是带着目的来的，什么目的？第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跟大家去告知一下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就是让更多人去认识小雅。第三个，在你们近期啊、不久的将来啊，想要买车的话，或者车子需要维护保养的话，可以来找我哦，知道不？我可以提前给你预约哦。然后今天呢，也是八月份的一个第一天，对不对？小雅做。祝直播间的哥哥们啊，在八月的新的这一个月，你们祝你们一切顺利哦，宝贝啊！哎，开福袋了，还有33秒呢，没有点关注、没有去领取福袋的哥哥，赶紧去领取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有30几秒，还有20几秒，我们福袋就要开了，哥哥们，赶紧没有去领的，赶紧去领取一下，现在为时还不晚，对不对？也许你可以趁着最后的一波福袋的尾巴，你还能中个大奖，是不是，哥哥？好吧，来，宝贝啊，上车吧！难道我不是坐在车上吗？难道我是坐在地上吗？哥哥，你可真逗啊！来吧，我们继续讲讲咱家那一个车子啊，刚刚跟你们讲的，对不对？你看。怎么样，夏的运气好不好？你们就说，恭喜我们的心灵，还有一个行什么，咱也看不到。中了斗币的哥哥啊，可以，你们可以花一毛钱，宝贝可以花一个斗币啊，花一个斗币给夏卡一个灯牌，好不好？对不对啊？副驾驶啊，刚刚选这都是你们选的，对，要选副驾驶没有问题，赞赞到15000下到副驾驶好不好？你们把赞赞扣到15000下再去副驾驶行不行？我们再去选择好不好？来，咋花了是吗？还是哥哥你最帅，我跟你讲啊。又没有啊，不要着急，还有多少？我们少还有5个福袋，对不对？多还有7个福袋，莫着急。好的，永远都在最后等你哦，哥哥，知道吗？不要着急啊。来看车了，宝贝啊，看车了。那这个想要跟大家讲的，对不对？车子里面如果说像小雅的话，最起码能躺两个小雅到3个小雅，而且我们这一块里面的话，宝贝啊，而且我们这一边的话，宝，我们里面放行李箱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放一些行李箱能放我们的6到7个，而且我们家的这个车的一个灯啊，它现在也做了一个改变，我可以关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灯跟之前的老款的灯它其实不一样了，做了一个很，昨天我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在路上就遇到了一个新款的一个朗逸，这个新款的朗逸真的是尾灯还是特别漂亮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来，宝贝看一下，